搭三个部位。搭三个部位。中腹、里有。你说中腹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里有。里有，啊，这个是。肚上肉。肚上肉。那如果一千块，一千块你会怎么搭？一千块的话，一千块那我就给你搭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。它这个可以切一两口，切看。就是 我前面的那个量都没有那么多，我可能就是一口一口这样子。哦。对，我都想要吃吃看它的那个。要品尝就对了。对。那我给你搭一千六好不好？全餐了、啊。全餐。全餐就是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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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全部都有啊。全部都有。好，老板。好。好。那你们自己做的。好。老板，谢谢。我们抓一千二预算，一千二预算，然后拿全餐。老板说要切成全餐。老板，可以开吗？我现在已经开吗？对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好，谢谢。你等一下帮我配一千二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台北来。你是这一盘三百块，但里面有黑尾鱼。没有黑尾鱼，就尾鱼。我只是尾鱼。对，然后老板说尾鱼跟黑尾鱼的口感差非常多，你吃过就回不去了。金三角，金三角在台北吃也贵。很贵哦、喔。那个三井，三井那一口是八百。一口多少？八百。八百？你说那个金三角吗？哦。他，三井都三井。三井市里面台北最有名。三井市，是台北市里面。台北三井哦，他那个他每年哦都会来这里标很多。哎，老板，你昨天是标一整尾的？对，我们这里都是要标一整尾的。那一尾，你昨天标几公斤？245。240。245。245。哇，那黑尾鱼100公斤都我们不标了，因为黑尾鱼越大尾越好吃，越大尾越好吃，肉越饱满，那个油脂越厚哦。是不是现在吃是最好吃的？你们有在赶时间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这个先。好。哎，那现在改动。别，你就在那里。太好了，因为我这边先。那在冰肯。因为都要一星期，今天是母亲节，都要。哦，对。切好了，都切一点起来，不然的话等一下。来不及啊。来不及切。对啊。那还好，我们今天早点来，老板才有空跟我们讲话。每一家的做完工作，
说，因为你们这边是产地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像你们其他地方买到，你落差很大，落差很大。像我们这个市场，对，你的那个金针酒是一口180，最多了，如果再切厚一点是200。对。你接的都是一口三百。哦。老板在算卖的，没有，我们是怎么讲？你看着会，那你看一下什么情况？老板，你这样子，到时候大家都来跟你说，老板我要吃，哈哈哈哈哈。看来会很好。红米一片啊，红米一片直接卖300。卖100块，这个现在有差了。人家卖一片，我们要卖2片。对呀、啊，这样一个不意思。在那个时候，这我们做的方式的这信，这信啊，还让客人可以，不是做一次性的，做一次性的。在这个市场里面，经营一下。嗯。我们早点到。对呀、啊，我突然想到这么早，老板叫我们吃生鱼片，然后会不会太补了？不会的。不会啊、哦。生鱼片哦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、哦。哎。就吃生鱼片，因为生鱼片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很高，人的吸收是最好的。嗯。还没吃饭的。还没吃饭，如果先吃生鱼片的话。肚子上面的肉哦，所以你们会把肚子上面那靠近肚子那一段油脂，如果大肉哦，大肉在吃哦，它比较没有那么扎实，没有那么扎实，对，哦，肚上肉它吃起来比较扎实，对，等一下萝卜丝要加一点吃了，好。是56块，这一块是56块。对，对，这是那个肚上肉，我给你们切厚一点了、啊，好不好吃啊？
来的地方那个油脂高吗？有油脂的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中腹，这个是中腹。切的这个是上腹肉，上腹肉，对。